不行，让你先挑这把。那行，啊，这个你这么的吧，我给你挑吧。你也不会，你看不着，你站着，你站着，你比了比了不得了吗？我看那眼啊，来来来来。哎，行行，你看这大家挺合适。嗯，你等会儿呢，你先别动。你再看看这家，看这家合不合适？都一样的吗？我说都一样的嘛。哎呀，咱俩看谁跟谁像。这个是不是有点小啊？啊，还那个还不是？你等会儿，我看小吗？小，我看这两片是吧？对，那地儿刚才那就行，那后边那有点小。哎，刚才那是哪个来着？好像是这个，是吗？这个合适你这个对吧？你看我就是这样。这行，不是那个，这小，你得拿那个。不是，哥啊，你想啥呢？咋了？你搁城里待那么长时间，你就没发现今年人城里实行穿啥呀？我看就这样的紧身衣，这就穿上以后就是咔一下子。哥，你就型男了，你就是。那你型男，你好歹够大啊！你那个都紧，那咋你不愿意要？你不愿意当型男了，我当。哎，等会儿，咋的？又要占我便宜是不是？我今天要这便宜我就占了，真有意思还。咱哥俩还谁啥占啥？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你搁这干啥呢？那看看。你咋穿成这样了？流行，谨慎。来，还没说呢，你跑这儿来干啥的？哎，等会儿，看看咋样？好看，挺配你。是吧？哎，看来二雷真没骗我。老五，哎，慧珍，老五，你咋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，啊，正好让你也看看我，慧珍，你看咋样？啊，那啥，它是那个紧身的那种流行款，我开始也寻思小的，后来还行，挺好看。